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新杰。我想在整个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收红，特别是美国的科技股的一个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台股盘中曾经一度大涨100多点，来到17278点，再来逼近17300点上下这个短压区。但是也因为在整个短线开高之后留下的整个一个多方缺口，今天也看得出来，指数做个比较剧烈一个震荡，最后是以留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以上涨54点，收在17213点这附近。好，那整个当大盘加权指数短线又来到整个逼近17300点的一个上个礼拜一个短前部的一个短压区这附近，接下来行情该如何看待？我想这个也是新角师整个今天一个半小时节目里面我要跟大家的分享重点。我想第一个针对整个指数部分的看法，我想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没有改变，短期间应该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等待整个下个礼拜四 FED 美国的联准会是否开始讨论所谓的缩表。那我觉得这边可能在到时候再看一个情形。那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重点还是在选股。其实讲白点就是说，不管在整个下个礼拜六月中美国的 FED 有没有开始讨论所谓的缩表，或者说这次不讨论，等到整个七月底的时候再讨论缩表，我想我对整个台股的一个看法没有改变，差别是在短线的一个小幅震荡，或者说整个波段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区间震荡的一个整理格局。好，那如果指数不管是在短线是一个区间一个震荡，或者说就一个波段，未来这一两个月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区间的一个震荡整理格局，我想重点就是在资金的控管，也就是你要控制好你的持股比率，以及在重点在选股，资金的控管跟选股，我觉得这个操作策略将会取决在未来这一两个月，也就是六七月，你能不能持续在股票市场趋吉避凶，成为股票市场少数赢家。重点就像我刚所讲的，资金的控管以及所谓的一个选股，你要选对股票，买对股票，买一些低风险高报酬的股票，波段可以保护你短线。我想你接下来在整个六七月，或者甚至在下半年，美国随时会讨论 QE 的一个货币的宽松政策准备退场的时候，整个指数可能会做比较剧烈震荡，你仍然可以持盈保泰的一个策略，就是我所讲的资金控管跟选股。那再来就是针对整个指数还没通过大财富操作，因为外资在整个至少累积到昨天为止仍然持续的在加码台指期空单，目前累积到昨天为止外资在台指期空单已经来到2.96万口，又将就逼近所谓的3万口的一个空单的一个比较相对的高水位区。所以也因为外资持续在做加控的动作，那指数今天盘中又逼近所谓的一个17300点这附近一个短压区，所以今天新角师我在盘中不管是带着我们的一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家族成员，或者所有新角师粉丝团好友们，在今天盘中去做个短控动作，今天高空低补再添一胜，今天高空低补再添一胜，累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实战绩效是187胜22负，胜率仍然高达将近90%的一个胜率。好，那除了说整个指数面透过大财富今天高空低补再添一胜之外，再就是针对个股操作，不管在整个电子股的部分，记忆体的一个相关个股，被动元件，甚至在整个面板族群，以及在整个瓶盖股，也就是旺宏、国巨、友达、台骏、台鸿，这些包含的就是记忆体的相关个股、被动元件、面板以及瓶盖股，手上有这些股票的投资朋友们，或者对这些股票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接下来单兵你该如何操作，待会在节目当中信小师也会把我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另外目前整个在整个传产股的部分，最近短线比较属于一个剧烈震荡，比方说你昨天看到航运股给你杀了一根中长黑下来，吉盛南纺昨天给你杀的，最近这几天给你杀了一根中长杀下来，回撤整个月季线支撑，但是回撤整个前几天杀下来的，昨天或者前几天杀下来的一些传产股，今天你会看到他们短线又转强上来，又大涨上来。所以在整个目前的这些传产族群传产股里面，严格来讲目前就除了航运股，也就是航运股里面也只有大概就是货柜三雄这三档股票，长荣、阳明、万海还有办法持续创下整个波段新高。否则你会发觉最近不管在钢铁股，不管在纺纤类股，其实这些股票短线的一个剧烈的一个震荡，但是其实这些股票好像最近这几天
都没有办法再创下整个波段新高上去。所以当整个这些的传产股短线的剧烈震荡，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再创整个波段新高，接下来这些股票该如何操作，我想待会在整个节目的后半段，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把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那再就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以来一直跟投资者强调的啊，瓶盖股你要怎么做你才能够稳操的胜算啊，就如同这过去这几年来，如果你是跟着信角师的家族成员脚步啊，在淡季利空找买点啊，听清楚，瓶盖股就是在淡季利空找买点，等到八九月苹果的新机开始拉货，营收获利爆冲哦，或者说的时候八九月的时候新机开始拉货，营收获利爆冲，或者九月份哦苹果新机开始发表的时候，发表会前后的时候，你要反而逢高做获利了结动作。其实讲的白一点，就是六七月逢低买瓶盖股，八九月营收获利爆冲，好利多出来的时候逢高获利调节瓶盖股，好瓶盖股好，至少过去这几年以来，你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你这样子来操作瓶盖股，至少到去年为止，你的胜率可以说是100%。好，过去这几年，你只要在六七月逢低买瓶盖股，八九月好逢高获利调节瓶盖股，你至少到去年为止，你的胜率可以说是100%。好，那如果说整个到去年为止，好，你用这种信杰老师跟你讲的操作策略，六七月逢低买瓶盖股，八九月营收获利爆冲的时候，或者苹果新机发表会前来逢高获利调节股，调节瓶盖股，胜率100%。那接下来今年现在进入所谓六七月，好，你这个月今年这样接下来六七月，你这样逢低买瓶盖股，能不能在未来这两三个月里面，又可以带你自己几乎100%的获利？好，未来这两三个月能够逢低买瓶盖股，能不能让你再像过去这几年一样，过去几年一样？几乎100%获利，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值得期待的。甚至讲白一点，你都还不用等到八九月苹果新机拉货，营收获利爆冲的时候，等到九月份苹果发表新机的时候，你再逢高获利调节瓶盖股，你要发觉一件事情，光整个现在六月份，今天才6月11号，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在上个礼拜推荐你去买的台鸿跟台骏，这个是我在整个不管在上个礼拜送给你的六月谢天机的关键报告里面跟你推荐的瓶盖股，或者我在整个我的粉丝团里面，你也知道，不管在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 Telegram 甚至 Nice 的一个三个粉丝团里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你看盘中的免费讯息，你只要来加入的粉丝团，我每一天至少给你一则盘中的免费讯息。好，那这个每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第一个针对指数大盘加权指数接下来我的看法，好，我会在盘中提醒你给你做参考。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如果当天比方说今天我们指数面透过大财富的家族成员，我们今天有出手，只要我们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好有出手，当天有出手，当天的穿只要穿价成交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粉丝团盘中免费信息里面公开的跟你分享，把我们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我们大财富的操作的穿价的成交的价位，我直接无私公开的在我的粉丝团的盘中免费信息里面跟你做公开的分享动作。所以个股的操作也是一样，比方说我们在这礼拜的时候，我们告诉你可以去买台骏，我们告诉你可以去买台鸿，坦白讲，你不要想说现在六七月六月份买瓶盖股要等到九月八九月才获利了结，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可能操作股票没什么耐心，对不对？你觉得好像要报两三个月，你没那个信心，没那个耐心报，然后你就对瓶盖股没兴趣。但是我会跟你讲，你这样也许又不，你这样的观念也许又是一个错误的。为什么？虽然波段可能可以六七月逢低买，八九月波段逢高卖，但中间这个过程，你能不能？有时候高出低进做价差，你能不能瓶盖股像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像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一样，波段搭配短线价差来操作？比方说，你看今天六月十一号，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不要说瓶盖股是最标的股票，我也不要说信杰老师，像其他专家一样，
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过度吹嘘我们的一个操作绩效。但是你自己回过来想想，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其实大盘指数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盘了、啊，对不对？这礼拜大盘指数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盘了、啊。可是如果你逢低去买台鸿，今天台鸿收在50块，你可不可以赚钱？这礼拜你在礼拜一礼拜你逢低去买台鸿，台鸿今天收在50块，你可不可以赚钱？这礼拜如果你在礼拜一礼拜二大盘指数那时候短线压下来的过程当中，你在118块左右你去买台骏，昨天台骏来到124块，你可不可以赚钱？还是可以赚钱啊，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你不要老是这种好像会错意，或是觉得说那种断章取义，说哦，六七月逢低买瓶盖股，八九月获利出，好像要抱很久，那我再等，我再等到瓶盖股好像短线比较凶的时候再来追，我再等等到所有报章媒体杂志所有专家都开始推荐瓶盖股的时候，瓶盖股开始做短做那个最后喷出的时候再来追，也许你这样子做或许可以赚到小钱，但是可能会很可惜，你赚不到波段的大钱。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你看你光这一个礼拜，如果你跟着信角师的家族成员，如果你是信角师粉丝团好友，你在盘中有听我的建议，你去买台骏台鸿的，你这礼拜可不可以数钞票？你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向信角师家族成员？你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向信角师粉丝团好友们？对不对？礼拜一礼拜二逢高逢低买，今天这两天搭上来逢高先做获利调节一般的动作，对不对？这个月还是赚钱啊，对不对？这个月还是可以赚到钱啊。所以瓶盖股我个人看法还是没有改变，六七月震荡拉回仍然还是逢低找买点，我没有叫你看到短线急涨去追，好，记住我跟你讲的，拉回逢低还是可以找买点。你不晓得什么价位买，瓶盖股，你来找信杰老师我，好，或者你至少加入信杰老师粉丝团，只要我的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好穿价成交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在我粉丝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好跟你做分享的动作，好，这是我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过去的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因为你知道我不是死空头，但我更不是死多头，我是市场上唯一敢跟你事先公开预测未来台股多空关键转折长期下来胜率高达89%的少数赢家。所以你也知道，不管在个股或者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该做多我们全力做多，该短线要回档，该保守甚至该放空，逢高放空，我们也会在高档建立你做一些逢高放空动作。好，甚至在整个三四个月前，二月中旬领先市场告诉你涨到第二季会做一波大幅的回档，三月底的时候再度的提醒你该做多，你看就是做多，该空就是空，该多就是多。好，我们的趋势非常明确告诉你，从来没有在那边拿着软体指标给你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也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好，三月底告诉你先上后下，先往上反映第一季财报利多，有没有？先往上反映第一季财报利多之后，财报利多出尽要做涨多的回档修正。五月初一个月前，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在台股还没有大跌2000多点下的时候，领先市场送给你的关键报告，当财报利多出尽时，做一波大幅度的回档修正。我想当时跟你讲，五月份1000点的波段行情，指数上面透过他的财富，五月份是至少1000点的波段行情。但是你要做对方向，做对动作，你才赚得到钱。但是而且你回过来提醒哦，你看当时我在五月初的时候告诉你，外资的空单30000多口，哦，你是要嘎人家外资的空呢？你是又要跟像其他专家一样，散户们团结起来，蚂蚁雄兵搭搬大象，大家一起来嘎外资的空，嘎到让外资认错回补，帮你抬轿到20000点嘛。好，你要记住哦，为什么今天特别在这边多停了大概停留了1分钟的时间？外资的空单当时30000多口，最高是好像来到三万八、三万九千，好像来到39000口。但是当时我跟你讲说是32000多口的空单，之后你不是嘎到外资的空，你是当时看到外资满手空单，
如果你在17500点，你不懂得跟信角式的家族成员以及粉丝团好友一样卖股票换钞票的人，最后相信不用多讲，外资空单最后是在上个月5月份大获全胜。因为台股上个月从17709跌到1519点，跌了2550点下来，短短半个月左右，台股跌了2550点下来。我在高档提醒你，甚至在17300还叫你空一次，上个月17300叫你空，最后你看这一波的一个崩跌，这一波的崩跌下来。好，那时候崩跌下来，我也跟你讲过的，外资在这边满手空单嘛。你刚看到我刚听的这张字卡，对，外资在4月底5月初满手的空单，哦，满手的空单，在这边满手的空单，在这边为什么15500点叫你做多？对不对？你看到外资在这边空单有没有大幅获利回补？你看外资在这边逢高布空单，外资在这边空单大幅的获利回补，没错吧？当然，我讲这个东西，我事先跟你声明，我不是在公开带你做期货，我是从外资在期货的一个多空单的一个部位，哦，我在跟你分析、判断接下来可能台股短期的走势，哦，接下来台股可能短期间的走势是会涨会跌，哦，那如果你知道大盘加权指数接下来可能会涨会跌，你就在整个股票市场操作，股票操作不要说跟大盘无关哦，很多专家其实都是看不懂行情，但是没办法啊。好，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所以他每天都告诉你指数摆一边，不要看指数，重点在选股，选股选股选股。但是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我不管你现在手上是什么强势股，你手上股票今天有没有创波段新高，有没有创历史新高，但是你现在回过来想想，2550点的杀盘下来，你这边在这边17000多点买股票的，你有几，请问你有几档股票是赚钱？2550点的杀盘下来，你在这边追高买的股票，请问2500点下来，你还有个股表现吗？你还有个股表现吗？你的股票逆势大涨吗？还是这2550点的杀盘下来，你当时为了怂恿你加入他的会员的专家们，你去追，你跟着其他专家追的股票，跌多跌少都跌到。我相信我讲的没错吧？这一段杀盘是80%-90%的股票都跌到，你手上股票有没有被套到？对不对？你手上股票有没有被套到？你有没有在跌了2500点的时候，在低档恐慌害怕停损股票？我现在市场上很多啊，因为从融资的角度就告诉我明确的啊，很多人在这边追股票啊，在这边大砍股票啊。好，那我谈了这么多，又回过来又是一样的吗？啊，外资这边布了一堆空单啊，人家这边空单获利回补啊。现在来到17300点上下，你会发觉下礼拜三台指期要结算呢，只剩两个交易日台指期要结算呢。外资现在还是在持续布空单呢，外资现在又开始布空单的呢。所以为什么当时6月3号17300我叫你短空，大盘指数最后就下来了。好，那现在下来的这两天指数又涨上来了，又来到接近17300点附近了。那我个人看法是，今天大盘指数是直接跳空开高。今天留下多方缺口，应该在短线未来震荡过程当中，应该下来回补的几率是比较大。哦，今天的一个空方缺口，未来下来回补的几率是比较大。那你看到整个昨天为止，外资的空单又来到2.96万口，外资到昨天为止的空单又将近3万口了。那这么外资这么多的空单，你觉得短线也许还有高？这个我不敢跟你讲了，因为有时候是极短线嘛。但是其实从这个角度就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了嘛，你短线就算有高，我外资应该要直接大幅回补空单的几率，不能说没有，但是可能这个几率是比较低。那只要外资的空单没有大幅回补，你就算有高，你会不会随时压下来？甚至搞不好下礼拜一礼拜二，除非今天这一两天你看到美国股市继续大涨，如果这一两天美国股市没有大涨，那会不会在下礼拜二或礼拜三，会不会在下礼拜二或礼拜三，最慢可以拖到礼拜四左右，外资会不会随时这些空单有动作？也就是我随时会不会可以做个盘中急回的动作，让外资的大幅度的空单，到时候做一些获利回补的动作？也许有可能哦，我先提醒你做参考。
好，所以短期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区间。好，那这个区间就是在看嘛，美国 FED 嘛，什么时候开始讨论货币宽松的政策准备退场嘛？那以目前市场上的大概的大致上90%的共识是，快的话下礼拜，慢的话7月底会讨论。那如果下礼拜讨论，跟7月底讨论，那差别在哪边？我认为差别只是在极短线，差别只是在极短线而已。因为这个 FED 那个货币宽松政策准备退场，这应该是最慢下半年美国 FED 会做的事情。那如果最慢下半年 FED 会做的事情的话，你千万多头的格局是没有改变，但是就像我之前所讲，多头里面涨多也有回档修正嘛，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边会一路直扶摇直上上去，这样一路直扶摇直上几率应该是微乎其微，随时会有涨多的震荡整理。好，那这个详细的情形到底怎么判断，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就不多讲，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其实我在上个礼拜送给你关键报告，6月中缩表，好，台股会怎么走，如果是7月底才缩表，接下来一个半月台股会怎么走，我在上个礼拜送给你关键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我这里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当然好，你如果因为当时没有来索取我送给关键报告的投资朋友也没关系，你至少加入星期老师的粉丝团，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 Telegram 甚至 Lite 粉丝团，你只要加入我的粉丝团，你也知道我在粉丝团的盘每天的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至少如果是六月中或七月底缩表，接下来下礼拜之后到整个七月底台股会怎么走，我也会在我的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里面善意的提醒你，哦，公开而且善意的提醒你，哦，这大盘这边我就点到这边，我个人看法结论就是应该是区间震荡个股表现，那区间震荡个股表现回过来，我就是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跟你讲的资金的控管以及选股，资金的控管跟选股很重要。好，那也因为外资的这么多空单又来到前波高点，而且今天大盘只是指数直接跳空开高，所以今天的多方缺口短线随时会下来做回补的话，所以我今天在盘中带着信假社家族成员，带着信假社所有粉丝团的好友们，我们在这边今天盘中进场布空单。好，我也不要说补到今天最低点，在今天回档的过程当中，因为三天的端午节三天连假嘛，我也知道大家不会喜欢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今天抱着好留着抱着大财富去跟他度三天的一个端午节的连假嘛，所以在今天压回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小赚，哦，今天的短空单小赚做个获利回补的动作。那至于下礼拜精彩的，下礼拜三台指期要结算，下哦外资如果今天空单没补的话，那外资将近30,000口的空单，下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台指期结算前后会不会很精彩？那如果下礼拜台指期结算前后可能大盘加权指数会很精彩的话，那下礼拜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多空该如何操作？如果下礼拜信假是大财富家族成员的家族成员盘中有动作的时候，只要我们穿价成交，你希望我有信假是的大财富家族成员，如果在下礼拜有动作，而且穿价成交的时候能够在盘中免费善意提醒你的人，你希望我有盘，你希望下礼拜我可以盘中免费提醒你的人，我没有叫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啊。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那就是加入信假是粉丝团嘛。来，我再重复一次哦，下礼拜可能台指期要结算的，可能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可能会比较精彩。那如果没动作就算了，如果下礼拜信假是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如果有出手的话，如果下礼拜我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如果有出手的话，你希望信假是我在盘中免费善意提醒你的人，你希望我在下礼拜好盘中免费善意提醒你的人，你可以加入信假是的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你加入信假是的 Telegram 或者 Lite 粉丝团，盘中的免费讯息我直接跟你公开分享，只要信假是大财富的家族成员有出手穿价成交的话，我就公开跟你做分享。好，那个股部分，我想过去的4月份因为有卖股票换钞票，所以低档有下来，5月份买的股票赚钱，我想这个都已经5月份的事情，4月5月的事情，
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包含在整个友达，对不对？高档卖，低档叫你买，上个月友达也赚了20%起来，对不对？那反弹上来，来到前高，告诉你这边是压力区，之后友达开始拉回整理了。那这边我个人看法是，应该还要再震荡整理，好，不管它短线怎么反弹，如果下一次我觉得有比较好的一个买点，你希望我盘中可以免费通知你的人，你一样加入信嘉师粉丝团。但是我在昨天也告诉大家，好，现在面板市场的杂音比较多，因为大家怕面板的报价已经看到高点了嘛。那你也知道，只要这种产业景气循环股，这种涨价族群，只要报价见高点，好，可能获利就是可能随时见到高点嘛。那获利见高点，就是股价也要见到高点的嘛。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思考逻辑嘛，对不对？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嘛。那所以我回过来是说，如果你现在在看面板族群，哦，等待它的跌升反弹，你不如回过头来，可以先考虑怎么样，所谓的一些记忆体的部分，特别是 NOR Flash 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未来如果是电动车的天，未来是长期来讲可能是车电或电动车的一个哦长期的趋势，那电动车所需要的一个就是 NOR Flash 的部分。对，所以回过来整个 NOR Flash 部分，那我记得整个记忆体目的部分选股也是很重要，一样是记忆体，你要选对股票。好，你看回过来你就想想，为什么在三四月的时候，我在第一季三四月的时候，我带你买的是实权跟什么微钢，有没有？之前为什么叫你买微钢？为什么买实权？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跟你讲实权微钢的时候讲过，好，记忆体开始涨价，你要买的是拥有低价库存的实权微钢，另外一只叫做金豪科，好，实权微钢金豪科，因为之前有低价库存，所以你看第一季记忆体报价涨上来，他们获利会爆冲。那第二季实权微钢跟金豪科的获利也不错，不过下半年就难说的，很有可能，好，实权微钢跟金豪科很有可能跟面板一样，可能第二季就是今年获利的高峰。但是你现在回过来，如果说实权微钢、金豪科可能第二季就是他今年获利的高峰的话，那下半年他的获利如果开始下滑，那可能上半年就让你看到实权微钢、金豪科的今年的相对高点的这个几率就有可能会出现嘛。所以现在回过来是说，如果下半年的获利要比上半年好的，那是接下来他的股票比较有机会。我这样讲应该合理吧？你现在要买股票，当整个三天的端午节连假过后，接下来回过来，如果下个礼拜在震荡逢回的过程当中，你要买什么股票？你就要买的就是下半年的获利会比上半年好的公司，是不是？接下来股票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所以回过来一样是记忆体的公司。好，那如果下半年一样 NOR Flash 持续涨价，但是下半年 NOR Flash 第三季持续涨价，旺宏的获利一定是比第二季好。可是微钢、实权、新陶科未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跟你讲，你可以特别注意旺宏，好，甚至包含这些业外或是什么一个这边的基本面，这边大概都写到这边就这样，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天你看到投信逢低在买旺宏，甚至你说昨天外资也大买旺宏啊，对，所以旺宏的看法是这样。那今天早盘冲高来到45.3，你看这两天有2块多的价差的，可是今天早上冲高。我今天有没有跟你讲，你不要追？你今天你想追的人，我今天有没有看到昨天三大法人大买，今天想追的人，我们今天告诉你不要追。我今天盘中粉丝团有没有告诉你不要追？所以今天旺宏最后留比较长上影线，正不正常？当然正常啊。那今天留比较长的上影线的旺宏拉回，如果下笔再拉回，可不可以找买点？请你跟着信嘉师的脚步来操作。下礼拜如果拉回的旺宏，可不可以找买点？请你跟着新嘉师的脚步来操作，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记忆体应该是可以特别留意。那第二个，好，瓶盖股，我相信我这几天讲很多，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讲蛮多的，瓶盖股六七月就是逢低找买点嘛，啊，八九月逢高怎么样？获利出嘛。那台红第一趟，好，2.9块的价差，拉回这礼拜一是低档，跟你讲可以买。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多少？我今天在49.5，获利调节一半。我今天在这边获利调节一半，两趟加起来有10几%的，这个月才过还不到一半，我们台永也赚10几%的，好，那你看收盘收在50块，一样啊，台骏
对不对？第一档告诉你，昨天上来，我们昨天获利出一半，这个礼拜台骏买台骏也赚钱了。好，那至于说整个国巨，时间有限，我就大概讲一下结论，告诉你嘛。因为之前很多都讲过的，我认为被动元件现在大概是一个区间震荡，你就看连线上下，到季线一个区间震荡，这是我个人看法。好，高速递进做加差。好，那瓶盖股拉回找买点。那至于说整个航运股，好，支撑在哪边？我每天都会在我的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里面告诉你，这个支撑是变动的，所以我每天都会把最新的一个支撑告诉你。好，那钢铁族群应该还要做整理。那时间有限，极限蓝纺这些，今天很抱歉没时间多讲。反正如果针对我这边上述所提的股票，你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投资朋友们，你都可以加入信甲师家族团队，或者加入信甲师粉丝团，成为信甲师粉丝团好友们。我在每天好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都会再跟你针对这些股票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追踪的动作。最后祝大家端午节三天连假快乐！好，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